Tabia 是新加坡有知名度的亲子游乐品牌，它的创业理念是从游戏中学习，于学习中玩乐，希望小朋友可以在刺激好玩的室内游乐场里面得到全方位的游乐和学习乐趣。现在 Kidstopia 已经进驻了香港，在沙田新城市广场 PayPark 开设了第一间占地12000尺的海外旗舰店，还在里面特地设置了不同类型的游乐区域，让我们一起看看有什么玩啊。首先是全场最瞩目和最具挑战性的巨型攀爬区，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儿童攀爬设施。区内设置了有三个焦点地带，包括设置了有8条最高可以高到有4米咁高的魔力力奇地带，还有可以给小朋友勇闯流星锤、悬索桥、垂直滚轮等等多项极具挑战性的障碍游戏的忍者训练地带，同埋挑战小朋友身体灵敏度同空间感嘅活力弹跳地带。跟住玩下啲职业体验区嘅嘢先，包括可以学习日常生活用品分类、掌握基本计算概念嘅超市购物体验，认识常见食材同埋烹调嘅方法，学习聆听指示同埋沟通合作嘅美食厨房，能够增进沟通能力同埋协作技巧嘅汽车维修工厂，探索最美自我、建立自信心的衣帽化妆间，同埋提升小朋友手眼协调能力，同时激发想象力同创意的创意积木工程。不可以不提的还有占地超过600尺的弹跳城堡，小朋友要勇敢走去不同的水果障碍道，学习有技巧地用身体不同的肌肉部位展示惊人的控制协调能力。还有长达6米的巨型积木游戏场，俾小朋友发挥无限的想象和创意，想点砌就点砌，更加可以增加大家的社交和合作技巧。如果小朋友年纪太小入不到刺激的巨型攀爬区，又同康户区就有个迷你版的城堡和滑梯，还有攀爬场和跳飞机，可以增进小朋友身体大肌肉的活动和协调能力，建立同龄孩童间的社交技巧。 Kidtopia 室内游乐场的游乐设施，每个游戏都可以做到于学于乐，提升儿童的成长和智能发展，还玩到小朋友不舍得走。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